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。为了寂寞，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？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如果当初在教会，谁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？也许今夜我不会在自己在思念里沉沦。